们是 HLN 的超级猛龙，怎么说呢？他们来自的地方都是丰容的大区域啊，那包括 Mr. Low 跟这个 Ryan 都是在南马的大区域 JB 的分行，那我们的 Jason 这个北马槟城大分行的猛龙也来到马六甲，那中马的啊 Mike 好在 PJ。三丰隆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尤其是 mortgage 的部分，是由我们罗大哥栽培起来，他一直在创造记录，一直在打破自己的记录。今天他也带来从新山刚刚 promote 的一个 leader， 就是 Ryan， 是时候了，所以觉得应该要把他 所累积的能量跟知识往外的发展出来。 Mike 已经在 SS31号12月2020年栽培了3个 COT 4个 MDRT、他是名副其实的 COT MDRT 的一个 builder， 当时不能够出门的时候还能够继续把业绩做下去的话，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 Jason 跟我们做一个配合，跟我们的南马跟我们全马做一个分享。所以在这里我要恭祝IME白这里开张大吉，事业长虹，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做得更好。在一起是种缘分，然后一起合作，很哥咯，我杰森还有 Ryan 一起合作是种默契，所以我很感动，很感激，也是很珍惜这个默契。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愿景，就是把马六甲市场搞大。IM100 Mortgage Consultancy 呢，最重要是提高马六甲的贷款专业知识。OK。2020年是一个其实蛮起伏的一年，所以大家也知道是有 COVID。OK， 可是呢，大部分行业大家都知道都受影响。很感恩的就是2020年呢。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有帮助过超过5000位客户 ，OK， 包括5000位客户完成他们的房屋贷款程序 ，OK， 我们 approved 的 loan 呢，其实高达几十亿 ，OK， it's actually billions of loan amount approval。最重要，最后祝大家拥有一个2021最卓越的2021，谢谢大家。